奶奶，哎，你们去哪里啊？我金白城在修水河嘛。这个是谁啊？哦，我儿子嘛，啊、就是，哎，神经上有问题，谁让他把带进走嘛？啊，这后面是橙子是吧？嗯，我看一下。嗯，哎呦，你这样奶奶，你不用去卖了，我那个啥都给你们买了，好不好？哦。哎呦，真的。你是好人，谢谢。你是当官的吼，当道观的吼。是奶奶，没事，我去你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啊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这是我媳妇儿。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对啊，我是来收果的。你要收果，把这些果给我卖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杯都放下来，好吧？好。那家里很困难，给他收老板，大老板哈。那我们去看一下，好的话都给你收了，好吧？好。那走吧。走吧。我就自己来摘一个，好吧？好。我开一个看一下，好吧？好。这好大呀！啊，这是大果园，收到吧？啊，全是大果的。这全是大果园。哇，这么大！我开一个看一下哈。啊。啊。哇。嗯。水分都很多。哎。是吧？哎。嗯。好，停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分。五个种的，种来自己给他治病。啊，给弟弟治病是吧？给弟弟治病。嗯，你放心，我肯定都给你们收了。感谢你，老板。那我们回去吧，好吧，回去吧。给他们带了两袋米。啊。然后带了两双鞋过来，下面没有啥。有穿衣的，谢谢你，老板。哎呦，奶奶。谢谢老板。这个暖和一点吧。今年才发给你们。咱们这双鞋就退休了哈，站起来看一下。好嘞。感谢你了，老板。喝酒吧。好了，有我们场景。这双鞋就给你了。我也会谢谢大老板。不要叫大老板了，不，一点心眼放起来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们都不容易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这个时候收果啊？就后天过来，好不好？后天管好。啊，您放心，奶奶，你们都放心，我肯定会收的，不哭了，奶奶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老板，别哭了，你放心，奶奶。嗯，我肯定会来收的，好不好？我就走了。坐个房车走嘛。我就走了。坐房车走，坐个房车走。我走了。房车走。改天来吃好吗？哎，改天来吃。师傅，要不还要坐个房车走。今天有点事情，好不好？我改天再来吃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你们去赚大钱啊！好，改天再来看你们。拜拜，奶奶。拜拜，妈妈哈。走，慢慢走。好好，慢点。慢点！哎呀，老板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姨，没事。你过了收果了不得？哦，是的，姨，我就在那里收那个那辆大卡车，那里在那里收。哦，那是我侄儿子啊。是你侄儿子是吧？哎，爷，能不能帮我家收点？哦，你家还没收是吧，姨？要落雪了，就把谷子打烂，下雪叫人打霜。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啊，那你等一下，姨啊，我去前面先把车停一下，然后我再去跟你去你家园子看一下，可不可以啊？对，可以。你先在前面等我一点，好吧？在前面，我前面再看看，可以了。啊，好的，你在前面等我哈。好。姨啊，这就是我收的，这里收了3万斤。对，是的，好。对，我们现在他们正在装，走吧，我们去你园子看一下。走吧。来，我牵着你。哎，老板。不用姨，你慢点，不，没事姨，你慢点。哎呀，在前面呢是吧？嗯，那你给我摘一个下来，我们开一个好吧，姨啊？可以，我掏个你开了不行。哎呀，来，你要对了，有刀吗，姨啊？哦，有刀啊。哇，可以的，你这样子给我可以的，姨啊。哎，你看，而且你看这水分这么多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好甜哦。啊，真的好甜。那一样，我给你吃吧。啊，我吃不了，我吃了心都累。啊，好，这样是吧？那我尝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吃了吧？好吃，一样。好，喝着。现在甜度很够了。对。你家的果这么好，为啥说这些不下树呢？啊，不，以往就老板来给我10毛钱，以前是现在要落雪了，妈的下大雨，那又不是收到闲用。我那你给我弄，让我少5毛钱。哦，少5毛钱，之前是4块是吧？哦，也是10元，我没投呀，没卖。哦，就没有卖是吧？哦，
那你就这样，爷爷，我就全部给你收了，我还按你之前的价格4块钱，你跟那个上一个老板谈的那个价格，但是呢，我没业绩，我再给你加5毛钱，我给你10块5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好，哎呀，好好好，爷爷，好，开不开心啊，爷爷？开心，开心。哎呀，这个老板很对。老板，哎呀，爷爷是，爷爷，那我这样，我给你交点定金吧。哦，啊，包的不存在啊，不存在，不要点金都不存在，不要点金，你相信我？相信你，哎，你这老板对。哦，这老板对。爷爷，那你就放心。今天我给你侄儿子家摘完之后，我明天就来摘你这里的果，行不行？对，谢谢，谢谢。那行，那咱们就走吧，爷爷。哦，对对对，走吧。多穿点衣服啊，爷爷，你这个。不能不能，这是我身上皮夹克。那穿你的，哎，啊，多穿点衣服。你不穿吗？我让我老婆穿。不啊，那个啥，爷爷，我这个大衣你穿上。哎呀，不能不能，不能，穿上，爷爷，你这个年纪大了，哎，多大年纪了？不有意思，你多大年纪的？80岁。80是吧？嗯，你是姓陈是不是啊？我姓陈。啊，对，因为你那个，你那侄儿子叫陈，陈叫陈什么生嘛？陈继奎。啊，陈继奎，对，陈继奎。我叫陈银仙。啊，陈银仙是吧？银仙，银河的银，先生的先。啊，陈银仙是吧？哎，对。好的，陈爷爷，那咱们走吧，我姓王哈。哦，叫我小王就行。我叫名字？我叫王一点。王一点。啊，王一点，一点钟的一点。王一点。啊，王一点。姓王，走吧，爷爷，啊，那咱们走吧。我走吧，走我家里面去。我在那边，我背后这杀鸡玩，杀鸡，哦，杀鸡，哎，来，找到你们。不用，爷爷，不用，我给你背回去吧，好吧？啊，我不用，不用，我来，爷爷，我来，我给你背回去，不成，走吧，爷爷，走，你带路。好的。你家这里清楚，哎，我这捧不包，只要不八十斤，直接刷，直接刷是吧？我直接刷，直接刷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在这里好。哎呀，好，还是好。那我就走了，爷爷。哎呀，啊，放了吧，爷，不烧，反烧，反烧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我还有点事情。好，干嘛呀，爷爷？听你说你哪回吃？哎呀，爷，谢谢你，给我搞两个南瓜。不用，爷爷。不行，我那个不做饭。爷爷，嗯，我就走了。好，你明天过来，我收了。我明天是不是？哦，对。我放心，爷爷，我肯定会来收的。那我就走了，衣服你就披上啊，衣服就披上，我就走了。好。啊，哎，老板，苹果好不？啊，尝鲜的，尝吧，尝鲜的。来吃一个，吃一个。嗯，好，这么大的全是稻谷呀！现在我吃一个尝一下。嗯，好吃。我问你称一下，好吧？嗯。这个不称了，这个。嗯，这没事，爷，放在这里面，一起称的。32斤。32斤，爷爷，就200块钱。给你，来，给你200块钱，好吧，回去吧，好吧，多给你一点。吃花生，吃花生。哦，谢谢，爷爷，够了，啊，够了，哦，好了，爷爷，够了，你快回去把钱给放好，回去好吧。是啊，爷爷，还在这里干嘛呀？还把扎在里面。怎么了？还有点苹果，还没给看吗？云子，你还有点苹果是不是啊？那是今晚才回来。啊，在医院住院刚回来。才回来。哦，那你这样吧，你走吧，跟着我，跟着准备去看一下吧，好吧？谢谢。啊，那我把这个放一下，走吧。小心点，爷爷。小心点。哦，我看一下，爷。嗯，到这边躺心了。躺心了是吧？嗯。我看一下，应该都躺心了，因为现在的话，都基本上的，你听一下声音，看见没有？躺心很足了。叫我乖了。糖心可以的，爷爷，你这个果特别好，我就每斤多给你5毛钱。嗯，谢，不行，不行。啊，爷，你别这样啊。那个，那我给你交定金吧。不需要了。不需要了？为什么？我相信你。相信我？嗯。爷特别好，那走吧，我们回去啊。嗯。啊，干嘛呀？送我两个吃。哦，谢谢你，爷。谢谢，那走吧，谢谢，爷太好了，走吧，走，我们回去啊。哎，奶奶，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趁着坏了，没跌到的嘛。没跌到，那我帮你看一下，好吧？哎呦，爷爷，一点电都没了，你这个要回家还有多远啊？你们不远了，帮我推一下嘛。啊，帮你推一下是吧？啊，推一下。哦，好的，奶奶。坏了。行，奶奶。再来一把。你那个不拍了，你下来搭把手。啊，好。你去放边上。搭把手。
好，我们放在冰上哈，推在冰上。谢谢师傅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不用爷爷，不用。你们这是干去卖果果了是吧？啊，卖果果来，等我们抬上了机器，你老板又没来收。拿去买了，车子又坏了。哦，这样的是吧？哎呦，没电的了。没电了。哎，看这里有两个拐杖，是谁的呀？我一个老头子一个，他在我旁边翻车了，我脚痛走不得。那你们这都这样的，还要去卖果呀？哎呀，没办法的，老板面收太少了，讨点生活嘛。哎呦，我们帮你们推回去好不好，爷爷？好，谢谢师傅。奶奶，哎，咱们车就停在这果园里，可以吧？可以，这是我的果园型。啊，这个是吧？是嘞。那你的？还是嘞？也是是吧？啊，就这一点点是吧？哎，我也正好是过来收果的，然后要不这样，就是我也看一下你们的果，好的话，因为你不多嘛，我就帮你们收了。可以。啊，我们看一下怎么样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小心点，奶奶，这上面有刺。哎呦，啊，小心点。我们就啊，我开一下好吧？啊，开一下哈。好，哎呀，哇、哦，这水分很多的，我是胃呀，嗯，甜不甜？甜奶奶，好吃啊，爷爷。哎呀，我呢都给你收了，可以。你这大概有多少啊？2000斤左右。2000斤是吧？正好我呢也只有这个能力啊。好，因为你们年纪大了，这样的话你们就不用再出去卖了。好，爷爷也这么大年纪了，开车。上次还有那个啥的嘛，不是说翻了车？哎，啊，车翻车了，谢谢关心哈。奶奶，那我就这样，每斤再给你们多给5毛钱，哎、好不好？好，我尽我的力量多给你们卖一点，可以，好吧？好，爷爷，哎，奶奶，你这里有钱、哎、有定金，你们去放起来啊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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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你就得了。啊、不，奶奶，相信你，奶奶，我没有相信你得了。你放起来，你这样的话，你心里踏实一点。归心。我姓王、嗯、啊，叫我小王就好了。哦，小王。哎嘿，爷爷，那你们慢点，我就走了。我明后天过来采果哈，我就回去了。啊，中午一家你吃了饭走？吃了饭？是啊，我已经吃了。我吃过了，奶奶。啊，我走位。那这样，奶奶，我去你家看一下，好吧？好。奶奶，你干嘛呀？吃花生。啊，吃花生。哎呦，奶奶。这。啊，谢谢谢谢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牛奶我孙子牛奶，孙子好有米坏了，我给你吃哈，你还是等于还是我的孙子喝，来谢谢，拿给你喝。哎呀，给、嗯、你吃好孙子牛奶哈、啊。啊，你们各吃一口。这个都有点过期了，你看、嗯、都过期了。嗯奶奶、哎，谢谢你啊！啊，不用谢，这个特别好喝，那我就放起来了，好吧？好。你和爷爷这么大年纪了，为什么还要种果呢？哎呀。明年今年子干一年，明年根就干不起，不种了。啊、哦，是应该退休了哈。哎，老头子腰又疼，我的脚杆又疼。你们有几个孩子啊？两个儿子。哦，都在哪里工作啊？一个大黄山做高速工，小儿子在眉山当保安。啊、哦，有去过眉山吗？去耍过，他喊我在眉山去住，太高了，买了5楼。啊、又是楼梯房，爬、啊、都爬不上去，就一直我也上去就我脚痛，就走不去耍了。哦，奶奶，哎，爷爷，你们在这里坐一下，等我一下哈，我出去一下就回来，好吧？哦、好、啊。那个，我给你们，我车上正好有一个电炉和一双鞋子，啊，哈哈，双鞋子是那个奶奶的，正好，那我给你试一下合不合脚。谢谢我老板，哎，不用奶奶。谢谢谢谢。嗯。合适吗？合不合脚？可以，你脚到，你脚到。嗯，差不多哈。嗯，打也忙。暖和吗？暖和。可以。哎，谢谢小王。教你们一下怎么用一下这个，这个取暖器，好吧？好好啊。你看，这里有个开关，能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这个是开，对不对啊？是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，这是高温。是低温，哎，热乎吧？谢谢我，谢谢。乖孙，你对我这么好，
哎呀，我心里这么感动。啊，没事，奶奶。谢谢，太谢谢，乖孙子了。没事，奶奶，你的眼睛是怎么了？总是有眼泪。哎呀，我就是做白内障那个嘛，做白内障，我去检查，医生就说我这是白内障。嗯。他说问我还做了有钱的吗？没钱的。哦，那你。我说我做没得钱的，我钱都找不到。哦哦、奶奶，爷爷、哎，我就走了哈。哎、啊。吃饭走后。啊。吃饭走，我做饭了。哎呦，吃饭走。不用奶奶，不用。我那个我吃过了啊，我吃过了。啊，等一下。好好，奶奶。等一下后。哎，好。你干嘛呀？你个肉，送你个肉噻，你总得的。哎呀。我不做饭，奶奶。做饭会。我不做饭，我就走了啊。拿去喂。啊。拿去喂。我不要了，奶奶。拿去喂。啊。拿去喂，你花那么多钱。没有，奶奶不花钱，不花钱。你的乖孙。以后不要拿花钱，真是不容易。哎呀，没事，奶奶，就那点小小心意。不要，啊，走了，哎，走了，哎，爷啊，你好，好好好，你这附近哪里有商店啊？去买瓶水喝。商店在外面，马路中间，我家里就去喝，没点关系。啊，去你家？哦，到我里去找。你这是放牛啊来是吧？哦，看牛的。哦，你家牛好大呀。哦，这个是你孙子，孙子啊，孙女的。哎，好漂亮啊！哦，四十天都还麻子关走了掉，四十天妈妈就走了。哎，哦，就是你们在哦，我们的养大犬，这样的呀。哎，好，那这样爷爷呢？我帮你扛一下。哦，我扛，我扛，没得好重。那行，我跟着你哈。哦，关好了，爷爷。关好了，没得。哎，我发现这个你孙女走到哪里都跟着你啊，跟你。这个身材，我走火路啊，都走哪里都跟着我跑。啊，是我养大的，没得话。跟你亲的哈。哦，啊，哎，这个是。重孙，重孙呢？嗯，哦，呵呵，你多大年纪了？我78了。OK， 80了哈。嗯啊，你好，弟弟啊，有点害羞啊。你没晓得讲话是吧？嗯，走吧。对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哦，阿怪说是也是他两兄弟。哦，他两兄弟。哎。哦，已经在做饭了是吧？哦。哦，这个奶奶。我这是随便吃的，对不对？哎呀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！我们都吃过了，喝点酒。哦，我不喝酒，爷爷不喝酒。喝点嘛？啊，我喝。我不喝，爷爷，我们开始了，开始了，不喝。谢谢谢谢。多少喝的？我奶奶说你们正好遇上吃饭。哎呀，这个也出门怎么的？喊你去喝汤。工作都吃过了。喊你去喝汤。吃糖啊！哎呀，他就是一直你们在抚养呢，这个孙女哈。哦。他光我往往吃奶粉，和买尿不湿。啊。这一年都要万多嘞，要一万多啊！哦，哦，啊的，他个骑的一岁多嘞，哦，他妈妈确实才一岁多，他才四十天，才四十天啊！哦，哦，就专门是买奶粉送他吃啊，要一直吃奶粉哈！哦，一直买奶粉送他吃，哦，那爷爷先拿着，先给你吃一样，拿着，来妹妹给你先吃，吃啊，拿着先吃，是吧？妹妹吃，还有还有小碗，啊，还有小碗哈。我们今天真的是，哎呀，赶上个好时候，正好。哎，那个，谢谢你，爷爷，差不多了，放着，我们自己夹嘛，爷爷。哦，爷爷，哎呦，哎，划点豆子，这是。爷爷不，爷爷，我们自己夹，你们自己来，差不多，爷爷，差不多，爷爷。好，爷爷，好了，留一点，爷爷。哎呦，爷爷，你们好热情啊！没，你们到这边来啊，给他们关进屋来。哦，我进屋来的，万一我能走了，半步都少。谢谢你哈，少数民族嘛，你们什么？嗯，我们属于侗族的。侗族哈，嗯，哦，那很有特色，你看都是这样，然后借锅火吃饭，然后这菜放在这锅上，很有特色的。爷爷，你慢慢吃，我吃好了。你真的吗？哎，我吃好了。有饭是满天的。我吃好了，爷爷。好，我的饭。啊，好，吃好了，谢谢。他喝水啊，他喝水，嗯，真的是对他太好了你。在我们照顾得好，他没得毛的还是照养。对，没得。哦，嗯，他也在他们呢，他睡觉罢了以后，啊，他讲，哎呦，我奶奶，哎呦，奶奶真是那个太好了。奶奶你自己做着吃呀。我不吃了。你看我家妈妈的，我人家妈妈去了，他我妈妈叫做名字啊，沈平黄，他站得都晓得，见得上好的。哦，他。经常问他妈妈在哪里是吧？哦，你想妈妈吗？现在还想？啊、
那 你想到时候会哭吗？不会哭啊。你看这些重庆人民的孩子和我住在一起的啊。重庆都要跟你住一起啊。哦，有这么多啊。就是他家爹妈有个打工啊，在外面。我们送得起，没找过送得起的。哦，哦，现在孙子也跟爷爷啊，重孙也跟着爷爷奶奶。哦，你没得花。哎呀，哎，还要种40多只谷子嘞。你自己一个人啊？哦，哦，那你好厉害呀、啊！不用不用，不用，来洗吧，洗吧，洗吧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奶奶。你没肯帮打我火锅，来你快去，快去。这么小的时候就跟人在一起，你们怎么照顾他呀？这个呢，没办法嘞，我们管喂得过牛啊，后头下得过牛，这以后长大了也卖了以后，都跟起来一份，都跟卖了跟他们来一份，卖掉不是送的。我负责他嘞。哦哦，把牛给卖了，来、哦、给他买奶粉，尿不湿。哦哦，真的太。哎，养只神牛在嘞。哦，那就是真的是一点点是你们养大的。哦，嗯，他脸有点干了、啊，平时可以给他买点那个啥擦一下。哦。爷啊，哎，那个这里有300块钱。这个你买好了没得？这个点是这个不是给你的，这个是给妹妹的。妹妹，这个也没拿、啊、跟他了。你听我的，爷、啊哦，这个收下。哎，这个我的，这个听我的，收下。这个不进了，一点心意啊。这对你们不对了。哎呀，没事，爷、哦啊，给妹妹买点东西，好吧？哦，我来，哎，收下啊。好了，我跟奶奶打个招呼。好。奶奶，我就走了。呀、啊，哦，下次你们过来来玩啊！在洗碗了哈。哦，过来，谢谢、啊。我就走了，奶奶。哦，我这样，好意思给你们。我给了300块钱给爷爷，然后你们去买点东西哈。对，我看你们都是确实亲人了。是奶奶，以后我也是你们的孙子，我多来看你们好吗？多少故事留下感动。